林嘉欣呢日出席化妆品牌活动，平时朴素嘅嘉欣就透露女女仲贪靓过佢啊！佢哋比我更贪靓，佢哋系会喺我洗手间抄我啲化妆品搽嘅，咁但系搽即系错晒咯，但我觉得冇所谓，因为由得佢哋玩咯。咁有时譬如我会喺屋企化妆嘅时候，佢哋都会问啊呢个工具做咩啊，点样点样，我都会逐个逐个同佢哋解释咯吓。咁我觉得贪靓系女仔嘅本性嚟嘅。讲到马上就是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但是嘉欣就好像不是很记得啊。是多谢你提醒我。我想着给个经验。我今天开始计划一下，筹备一下先。因为我觉得有时不知道，有时又不会特意刻意过一个只是一个特别日子。我觉得如果要过就日日都在过紧。即係都十幾年啦，好似十年有多啦，咁所以都仍然都會俾驚喜我咯，係我自己要努力一下。另外，近日有傳嘉欣即將同尊奴、麥浚龍出一首合唱歌，係咪真㗎？好似唔講得嘅喎，唔知啊，你要問翻阿尊奴啦。首歌好聽咯，但係我唔知啊，即係要係咯。因为实在太久没录音了，所以知道要录音这件事，我觉得是很紧张的，是紧张过拍戏，我觉得。